我叫南昭，我16岁，和千千万万个16岁一样的16岁，只有一个的南昭。南昭应该做最好的南昭。 关系哦，其实这次没有他的事，我不是很看好，这样太影响我们学习了。昭昭，你真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个疯狂的决定吗？我从不说后悔，可究竟怎样才是我能拥有的未来？那时的我不知道，现在也还是一片空白。 醒醒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？你看看你最近自己做的作业，一团糟的。
这些到底怎么回事？都要考试了，该醒醒了吧。 嗯，怎么啦？有听不过呀？我怎么变成下这样的？怎么样呢？应该好呀。这怎么不是我们班的那个坏种？好，那我看呀，这题啊。每一天我们都在变化，明天的南昌会是怎样的南昌？赵旭又会是怎样的赵旭？谁也不知道。 你最近有点心不在焉啊，儿子。爸，你有话直说。我听说你心思不在学习上，那个叫什么南招，你从实招来。听谁说的？不要怪我听谁说的，你爸是警察，这点事还能逃过我的眼睛？你知道我在这上面的态度是明确的，也是一贯的。你成绩一直不错，好好努力，会很好的前途。那个丫头成绩一般，以后她能般配你吗？赵旭啊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 以后好姑娘多的是，还差南昭那一个，况且他，我不需要你管这么多，我自己掌握得了。还有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你可以这样说我，但是你不可以这样说南昭，她是个好姑娘，你不可以这样随便评判。你这小孩，赵旭，你和南昭之间的关系我已经听说了，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支持。现在太早了，你知道吗？ 中学阶段，我还是提倡你学习为主，太早介入公司总是双的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你都知道了是不是？我早该知道了，才会这么认真在乎过我的感受。你关心过我的处境吗？你想过要改变吗？你没有。南昭，也许你现在这样真的是不太好，但是。 但昭昭，我说你好，你对我好，你就这样为我好，在我真正想找你缠和我的时候，你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有重视过我吗？我是你生活那样小的一部分而已。现在你跟我讲你在为我好，你就这样为我好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知道了。
小学生吧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还当真啊？ 他们玩得好开心哦，对，他们在唱歌，段二啊，我们去看吧，南昭。南昭不要哭足了，走吗？走。呀，你看，南昭快过来了。南昭，我此刻就是最好了，有很多的人爱我，我爱很多的人。 昭昭。 拒绝成长到成长， 变成想要的模样， 再举手投降以前， 让我再陪你一段， 陪你把沿路感想， 活出了答案， 陪你把独自孤单， 变成了勇敢。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。